OK，那马自立今天来到哪里了呢？马自立来到美彰园哦，那这边不算是一个观光区域，跟我上次拍的这个野田百神相当的相似哦，就是有非常多昭和复古下町风情的一块街区哦。那我们等一下就稍微在这边走走逛逛，然后看一下街区上有什么一些历史的踪迹啊，或者是一些特色小店。那我们就出发吧，Go！那前面就是美彰园的 JR 车站哦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，连车站都非常的复古。那附近有学校，所以有一些学生好像已经开始放学了。这边有一间 Takoyaki Udon，就是炒面，然后再加一些章鱼烧，感觉非常的可口。我们已经进来车站附近的小道路啊，然后我可以看得到这边有非常多一些复古的店家，就仿佛是之前昭和时期留下来的建筑物啊。这边还有一间卖一些西装啊、衣服。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那边哦，其实上面那边就是电车在通过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地方的建筑非常的特别啊，就是它上面是电车，然后下面就有一些房子或者是一些店铺哦。目前在大阪市内呢，真的比较难找到像这种古老的传统建筑架构。这里还有一间中华料理店，哇，连这个中华料理都感觉是非常几十年前才开的。不过我看今天好像这个店面开的不是很多，可能是紧急事态宣言关系的影响。这边还有一间是专门做这个学生制服的，日本高校生穿的那种感觉，就像这个柯南一样，非常帅气哦。我刚刚在这边下面走，就发现这个上面电车只要一经过，这边就会非常的嘈杂，所以我不知道说这边店铺啊，还有住在这里的人，应该这个电车经过的时候，每次的那个噪音都会影响到他们吧。但这边的话，我看也蛮有点那种没落感哦。虽然是非常复古，没错啊，不过很明显的可以看到，好像人也比较稀少一点。走到后面的话，店也比较少一点。哇，这边有一间，里面完全是空着的，不知道之前是卖什么。我看一下，啊，这也卖章鱼烧啊。这边还有那个印记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可能是选择到别的地方继续营业了。走到后面这边就比较有点散乱了，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垃圾啊在地下，所以这边的话感觉也不是这么的繁荣。看这个房子也是有点破旧不堪啊，不知道还有没有继续在住人。大家有没有听到上面那个电车的声音，轰隆轰隆的过去了，相当的大声啊。这里也有很多这种比较旧式的建筑物啊。觉得这个可能未来还是要稍微多跟一下会比较安全哦，因为它刚好就是在电车的下面，然后这边的建筑物的那种年份哦，感觉是五六十年，相当老旧的感觉。如果有地震啊或是一些天灾的话，真的很容易会发生一些危险。美彰园这边虽然没有那么的繁荣哦，然后好像也不是这么的热闹，但这里有一些小店啊，其实还蛮推荐给大家来可以尝一下道地美食哦。譬如说有些大阪烧啊，或者是章鱼烧啊、炒面。那我原本是想要去吃一间大阪烧的，等下经过我再拍给大家看。但它今天就是刚好没有开，我非常的可惜。所以我等下再想想我要去吃哪一间好了。巷弄间的章鱼烧店也是都没有开了，两旁很多店家都没开。哇，这两旁的建筑真的相当的老旧啊！大家看一下，很有那种以前昭和风情啊。但是到现在的话，这个建筑物感觉它也越来越不安全的样子哦。真的是住在这里的话，可能很多人也是会选择再搬到新的地方吧。然后只有可能老一辈的啊才会继续住在这个地方。这里还有教一些乐器，教钢琴。我看旁边还有一间占卜店啊，卖一些杂货。今天真的完全都没有开。然后我刚原本说要吃一个大阪烧嘛，蛮推荐的，就是这一间哦。不过它今天就是没有开，我刚刚有经过。哇，这个灯笼也是有点破旧不堪啊，不过相当有那种味道啊。它就是入口是在这边就可以进去啊，这应该是它的店吧？那这边有写营业时间哦，它一个也不会太贵，大概600、800，然后看你是要加什么，有些就加猪肉啊，或者是加一些别的佐料这样子，还蛮可惜的。它这间我看它里面店内相当有那种复古的感觉哦。那下次再来吃好了。那这边有一间 Kisaden 哦，看起来蛮复古的，刚好休息一下，我就进去喝一杯咖啡好了。
OK， 我已经吃完，休息结束啦。那他刚那个三明治上面还有那个盐巴可以撒，非常有那种复古英国风情的 Kisade 那种感觉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而且刚刚那个里面其实有两三个客人，只是说大家都在那边休息，所以我在里面就不方便这样子讲话，然后边拍影片。哇，大家看一下右边这一排的房子哦，相当的古老，应该是从大正时期就留下来到这边了。现在大阪市内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房子哦，蛮特别的。而且不只是右边哦，左边这边两旁的建筑物都是这样子，相当有年代感的感觉。这一间特别的老旧，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继续住。我看它那个墙壁啊，里面的那种木头都已经歪漏了，可能是目前应该是没有人继续住在这里哦。相当的这个复古风情啊，这间房子上面的那些木造啊，看起来非常的脆弱，感觉随时都会坍下来啊。而且它上面就是电车这边哦，每天这个电车就在上面跑来跑去哦，不知道这边日积月累会不会有什么影响。这边有个纪念碑哦，之前二战时期啊，美张园这边有受到美军的空袭哦，大约投了1吨左右的乙烧弹，所以当时有很多钢筋水泥哦倒塌，然后就压垮了这些民宅哦，大概有20几家，然后造成30几个人好像过世这样子。所以它这边有立一个碑，有没有？上面写遭难供养之碑，就是要这个纪念当时这些无辜然后遭受空袭灾害然后过世的人啊。我稍微走到一个公寓里面看看啊，想不到这边也有跟台湾一样那种公寓非常老旧的那种风格，就是旁边还有一个扶手手把。日本其实以前也是这种建筑风格，但现在已经比较少见了，就小小的一个走廊，然后可能那个就是一个房间这样子。我觉得这种公寓还蛮特别的，跟台湾非常像，有没有？而且跟我阿嬷家也很像哦。看一下他们里面的构造是怎么样，就可能像这样子，哇，1层3户左右，哇，但是他们这个老归老哦，还是非常的干净啊。感觉外观虽然有点旧旧的，不过觉得还是能住。像中间的一些建筑也是相当的有复古年代感啊。对面那边就有一间很奇特的别墅，相当的大，里面感觉应该有5、6个房间有哦。我看到这边写的空室阿里玛斯，就这边有在租房啊。那他这边又写着什么暴力团对策联络协议会员哦，这边还写着暴力团排除的一个事业所证哦。我想是不是特别这个告诉大家说这边不会租给暴力团哦？虽然这个里面的环境看起来好像有点奇怪，我稍微进去看一下好了。还有放洗衣机全部放在这里，不知道能不能用。这可能是特别租给某一方面人的一个房子哦，上面还可以上去。那个房间大概长的是这个样子啊，稍微再进去看一下。感觉这边一间一间的房子哦，很特别，好奇妙的感觉。大概空间就是这样子哦，可能是租给这个收入不是这么高的一些人哦，或者是一些特殊行业啊，比较身份比较不一样的人的一个地方。那美张园就到今天这边结束咯。那附近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观光景点哦，所以来这边就是散步啊，然后体验历史风情街道的感觉。如果你是非常喜欢日本这种夏町风情复古然后昭和风的话，你来到大阪可以顺路来到美张园这边走走逛逛哦。